我那是安尼啊，无想起就好啦。啊，车子包啊，那会用用啦，行啦，来阮到我厝里食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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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这个高义人哦，啊，真正是足辛苦的啦。安娜，好食吼，足香的。小美甲春生水开来啊，啊，咱两暝就会当食饭啊啦。咋知哦？我加等你一个呀。啊，无泡生一碗泡面。啊，我若一直甲你生气啊，啊，你唔得一直拢食泡面。啊，我就是惊你生气啊。啊，歹势哦，开嘴叫你煮饭，啊，若小天就知影。伊要把我赶出去才怪嘞！但你今麦住伫我家，伊若要赶你出去，嘛着爱我同意才行。多谢你哦！哇，足香的呢！阿哥，哇，肉酸酸吧哦！哦，我就知啊，阿哥上跳啊！干哪晓教阿哥酸啊？我是有互你枵着。哇！啊，即摆是阿哥你食醋心嘛？哎，阿哥煮的菜吼，我煮细食到大汉，一旦讲是有妈妈的味道呢。哎，你妈妈卤的三餐饭才是上好食，连刚啊叫你妈妈卤给你食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若是讲哦，你要食饭之前哦，我一寡话想要甲恁讲啦。阿达。啊！你若知影讲，最近阮厝内底发生足侪代志诶，啊，有食关官，啊，有拖离婚，啊，即马，有孙阿因遐再不过出现遐大诶状况，啊，讲坦白诶啦，有诶时阵哦，我会感觉足郁卒诶，啊，所以真有可能有时阵面色毋是真好看，啊，所以我都爱赶紧甲恁解释一下，啊无。你的误会会乌白收啦，小女啊，俺大家都知影，你的心情无好啦。啊，若是换做我，我嘛挡袂掉啊。啊，这代志呢，一件那个过过过加一件，啊，好佳哉哦，我刚刚生春生这个好生啦，啊，所以免烦恼这么多啦。哦，阿哥，啊，看你这么艰苦，我嘛无好过啊。啊，不过。知影要安怎甲你斗三工才好啊！莫讲你唔知影要安怎斗三工啊！我嘛是无法度插手啊！发生遮尔啊大个代志，啊有阵啊连讲都无讲一声，迄就是因为伊知影我无能力甲伊斗三工啊！啊，伊就想讲啊，若是加讲啊，我加烦恼，伊唔只拢无讲。
啊，那是安尼哦，啊，咱得哦去甲友顺加关心一下，啊，唔通让迄个欠卡大家哦一直安尼甲欺负啊。阿桃啊，我想哦，你的心意哦，友顺啊一定感受会到。啊，不过我嘛要讲一句较坦白的，啊，心意好意嘛无法度解决问题啊，啊，而且。我真有可能颠倒，会大家愈讨厌优顺啊！啊，那卖白用啊！你讲一点点都唔管，啊，帮优顺哦，这样在牛角，啊，互因大家欺负啊！啊，无敢讲，咱去讲遐话，对优顺啊都有帮助。桃啊，你咪想看卖咧？啊，咱优顺啊，因大家是虾米人？台中百货公司是伊建立的，伊是看过真济世面的人。咱去到遐，咱嘴也袂开，伊都知咱去的目的啊。啊！咱去到遐，甲话大家遐尔硬，遐尔无互人民主。哦，啊！咱话讲讲的，咱会当当来总督耍。啊！不过你有想过无？啊！有想啊，伊是毋是都爱去解决咱去遐讲遐话所引起的后果？啊！桃啊！啊！你敢真正对有想啊有帮助？啊！歹势啦，我无想遐尼多啦。啊！别跟你生气啦，但你也无查某囝，这款心情哦，你可能无都明白啦。啊，不过我就是看袂过伊种哦，迄大家哦欺负家己的新妇啦。啊，有顺做甲遮尼好，啊，伊到底是搁有倒位无满意啊？那我咧想哦，啊，有顺的遐尼啊吞忍哦，都是因为无想要互金城歹做人啦。啊，孙丫头啊。你都爱跟小美好好相处，安尼春夏日子唔才过了快乐。嗯，你讲了对啦，小美哦，那是为了春生好，但无条件接受我所讲的一切，我也袂害因啊。阿兔啊，安尼讲唔对哦。虽然春生心内无欢喜，伊袂甲你讲，啊，不过伊是真正惜小美。啊，你甲想看卖咧？啊，若阁继续安尼落去，恁母仔的感情敢会好啊？阿哥，你放心啦，啊，我甲妈无啥物代志啊，我甲妈真好啊。嗯，我久无要甲你讲，小美啊，啊，你都知影，春生的故事是足老实足刁滴的。哦。啊，伊是袂讲好听话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伊嘛袂骗人。所以啊，你都要真正相信，伊是心肝内有你这个太太，伊是惜你的啦。这是当然的咯。你嘛想快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哦。啊，你是唔通惊讲得罪你妈妈，还佮小美，啊，你就甲所有代志拢藏伫心肝内，啊，你就是一个袂唱话的人。啊，这无欢喜的代志，你若藏伫心肝内，愈藏愈多，愈藏愈久的时阵，到时阵哦，就愈来愈歹解决啦。无啥会晓讲话，我惊讲哦，我愈讲是愈害尔。哎呀，啊，你著听你阿哥讲话就对啊啦。嗯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有听到无？听你阿哥话就对啊啦。我知影。一句话啊，本来就是应该互相信任、互相扶持、互相帮忙的。啊，恁三个哦，真正是够幸福的。爱好好珍惜。小女啊，我知影你的心意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搁讲落去哦，这饭菜拢要冷去啊呢。嗯。啊。是哦，歹势，我讲伤济啊。来来来来，赶紧食饭，趁小食。紧食紧食。哎，是讲可惜啦，阮爸哦无迄口福，我去走车啦。哎。啊，若好佳哉，恁爸也无来。恁爸若是来，我毋则食袂落。来来来来，哦，今晚青菜足贵的，可以吃不？好，多谢。春生啊，我来给你倒三缸啦。免啦。我来给你倒三缸啦。唔免啦。哎，安怎啦？卡细声。我问你。你是不是去跟小女斗啊？我无啊。无？你若是无，阿哥在食饭之前，哪讲遐话啊？
我袂乃知影啦。你若唔知，你有落去甲黄哥在台下讲那遐尼多啊？你去找伊。我。你应该。啊，我感觉本来无啥物代志啊，是安那爱阿哥来替阮做公亲啊？无噶，别说我感觉有啥物代志咁快。我真正唔知啊。真正唔知啊。以后你来去找手，看我安怎甲你修理啊。你欠骂啦。哎呦。啊！恁两个人即马脚床经做伙已经好好啊哟！耶！啊，阮本来就无安怎啊？对啊。阿妈，你是咧看啥？安怎？你是不好呀？哦，我感觉安尼最好。反正啊，拢是我唔对啊，拢是我唔对哈。我那就是你唔对。回白较安尼哈。哎，是。这么衰啊！就当的，这位就是我之前讲要介绍给你认识，优特健身公司的董事长李优特，李董的。原来是李董，久仰。就当你好，李嫂，跟我讲你足多丰功伟业啊，我咧想要跟你见一面啊，阿今日哦，总算当是识到你啊。李嫂，你有讲我什么歹话啊？吼？就当诶，你人遮尔好，我没哪有可能讲你什么歹话。安娜，还是你惊我讲你什么歹话是无？对啦，就当诶啊，你放心，你咋讲哦？你真有投资的眼光，不管投资啥物哦，拢真成功哦。就是啊，所以我们才想要请就当诶，来替你当诶讲定者，看伊公司是不是有适合投资啊？优特，你欠钱唔还，去找粉味的哦，唔知死是无？啊！你也无想要讨回听，出去！看，应该出去了，是你的。你是找死哦！啊！你找唔到人啊！你要找的人是我啊！是嘞啊，是嘞，歹势哦，啊这几个少年啊，目睭问题，找唔到宝箱啊，歹势哦，啊我先出来啊，歹势，好。点？啊，局长，是嘞啦，我出去看看者。啊，这顿我请啦，啊，啊，一人饮一人食，我出去一下。局长，开始啦，来，是的，我惊着吼。就拍一下，拍一下哈，你是外久咧先啊？吼，敢找我兄弟的麻烦啊？好，刚才我有事先准备，啊，人哦，互你咧乌白布，我心里就变。告，你想派你来？A告，都阿不叫告，叫马威。啊，告！我讲。啊啊啊！够了够了。你。恁是想要创啥？要创啥？你看到因两个人，阁想要定性啊？我阁无识识因，是知影啥？哦吼，黄光明，你真正有够高明慧呢！因两个细汉拢讲啊，讲是你叫因去甲幼托找麻烦的，啊你阁唔承认？我啥物拢无做，我为甚爱承认？你这晚是在创啥？创啥？哎，啊，我这晚是在创啥？我唔知我在创啥呢。王光明，我是在唬你啊，真笑的啦。
你给我出去！那么我叫警卫啊！我给你叫警卫啊！叫上来拢无效啦！王光明，我警告你哦，上好别用这种垃圾手段来逼我退小哥，因为我绝对会告你过底啊！水，有喽，安尼就对啊啦！你有这种人，千万唔通客气啊！王光明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你若是搁甲去酒店找尤特的麻烦，我着搁请你吃一顿粗肉的。啊，那有，你着试看卖。讲了，袂使讲去找麻烦的人，拢是我呢啊。啊，毋是你，是谁啊？哈哈哈哈！你尤特的元首人，阁毋通发一个。敢讲，伊发生任何的代志，都爱怪到我头壳顶。你做啥哩啊？吼吼，董事长王光明哦，你是开白面的，敢讲你唔知影，白目伤久会变青面啊？王光明，你要找麻烦啊，就来找我啦。卖去酒店，以后人做生意啊，知无？听我啦！我袂阁叫人去找麻烦啦。阿玲哥，你讲会到，就来做会到。代志都处理袂完啊，怪乎你又托因亲门打，无下骹手人看笑。你又托这条线，我绝对甲你算无清楚。知影家辉甲尤姐找到证据无？我啥物时阵才会当离家出去？叶清秀，你会当出去行行？阿叔，我请问一下哦，我敢会当出去打电话给我的朋友？我有一挂代志要问伊。林英丽，这毋是你的权利的。爱有你的朋友来看你，才会使打电话哦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无去笑，我是互人玩弄的，我无伤害人，我唔是带你用手。啊，你到底是有要出去，还是无爱出去？啊无，我要把门锁起来。啊，好了好了。我要离家，我想要离开，我要离开，我不爱离家。依琳，嘿，405号房的人自杀倾向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好，知道了。依琳，嘿，打你的电话啊！啊，好，那我去接个电话，这边的病人就拜托你照顾一下喽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哈。这个人那怪怪。
是安怎苗文对我这样无公平？我反对！我没反对！我因为都不用反对。我是跟尤子做伙。归当事会的时间，你到底是安排好啊？我早就安排好啊，真紧就会召开啊啦。那呢，你敢有叫你妈姐啊？伫个当事会的时阵，一定爱听我做当事的。我有甲伊讲啦，不过你嘛知影，因老一辈的人啊，思想较保守啦，重男轻女。而且，你阁毋是阮洪家的人，爱阮办一个甲票投予你，是淡薄困难。非得就是无想要和我做当事长就对了。你莫生气啦，你老大人就是较固执，你愈勉强伊，伊愈想要甲你作对啊。万一阮姊啊利用这个机会叫阮万一支持伊，咱就是抓无鸡，搁抓一百米呢。那恁的意思是？我是认为讲啊，你也是先甲病的代志交予我来处理，你这个未来当事长夫人要做我背后的推手。咱是合作无间啊！讲来讲去，你就是想要继续做当处长。丽华，咱是生命共同体呢，想做当处长，不是拢同款？当然无同款。凭我家己的能力甲条件，我就会当做当处长。你莫念准我一定爱甲你做伙。哼，难道是你？除了饮酒甲讲好听话以外，你阁会晓做啥？我看，等我做当处长了，你才来做我的打杂小弟，阁差不多。老丽华这个查某，真正把伊家己当作是女皇帝啊，讲话愈来愈嚣摆，真正有够过人了。可惜，我今嘛阁袂用甲伊拆破面，规气先摕李友桃来做挡箭牌。安怎？讲你几句，你就无欢喜啊？我讲是这款鸡鸭肠鸟鸭肚的人啊！丽华，老实讲啦，唔是我想要做董事长啦，是即马李友桃过你早起，你若是做病院董事长，病院钱得互人调查，咱无法度顶当。你是安怎要替家己找麻烦？你阁会摸唔着，你有透过我的代志，若是无较早解决，我这个董事长的位确实是坐了无安稳。就是讲啊，所以你想要做董事长，上重要就是爱先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对啦，罗进才敢阁有甲你联络？伊即马人伫倒位啊？你问这是欲创啥？无啦。我是咧烦恼，伊敢有比较好啦？那是李友桃找到伊，叫伊出来作证，安尼都害啊咧。你放心，我早就处理好了。李友桃是绝对找袂到伊。安尼哦，啊，不过即马科技这么进步，那是李友桃利用 GPS 找到伊，是要安怎？你想会到的代志，我敢会无想到？我早就替伊换一支手机啊。后背只有我知影，嘛只有我会当甲伊联络。还是你较巧，想了较周全啊！你有透过咱的代志，我会去处理。那你呢？不是真够讲话，啊！唔赶紧去说服你妈姐，支持我做董事长。好好好，
我一定要甲阮文杰讲的吼。你是安怎？无啦，胃胀开始啊，我的胃啊，都做做啊，感觉无爽快啊。你家己是病院当处长，若是身体无爽快，那也不爱叫医生来甲你看，啊是叫护士提药互你吃，唔就好啊。唔免啦，我这个人啊，上无爱看医生吃药啊啦。不过我知影一个秘方啦，就是啉烧的莲藕茶。我知影茶水间可能有莲藕粉，可以麻烦你替我泡一杯啊。我不是你的助理，你现在怎无爱叫护士替你泡？卖安尼啦，护士泡啊，哪有你泡的较甜啊？我啉到你泡的哦，我的胃就随好起来了啦。啊，拜托啦。好啦，我去。奇怪，那找无进财货买。马林康，这一定就是进财。这个就光明啊！啊，你来规个面啊，青顺顺的，未输掉青筋嘞。无啦，我当日想代志，互你惊着。我想代志惊着。既然要泡茶，我当然嘛爱替我家己泡一杯，才袂让光明真正把我当作是使用的。万姐，你不是要给我介绍？好，这来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这是我新请的秘书，医生哥。啊，以后若是有啥物行政的工课吼，交代伊就好啊。哈，啊，葛秘书，这位就是咱病院的董事长。啊，以后董事长若是啊，甲你吩咐什么代志哦？你都要详细甲记落来，你来甲我讲啊。是，董事长，安尼以后爱请你多多指教啊。好，无问题。啊，来，葛秘书啊，哎呀，星期无闲，我有一挂话要甲董事长小讲一下啊。是，安尼我先来去无闲啊。我你奶奶足紧张的款的啊！无啦，我的胃哦，淡薄仔无爽快啦。胃在疼哟。啊，你叫护士吼来甲提药来，还是啊？你来叫葛秘书甲你调调。唔免啦，我有叫丽华去替我泡莲藕茶，随转来啊。丽华，嗯，光明，你，兰姐。嗨，小林。
那丽华，你袂是知影讲我要来，搁特地替我泡一杯莲藕茶，要给我啉吗？歹势，这杯是我自己在啉的。公明是为爷为了疼，我才会替伊泡一杯。你若是想要啉，就家去泡，我才不是你的使用的。我即卖查某吼，真正甲较早拢无共款啦，愈来啊愈欠卡，啊愈来愈唔捌礼貌。礼貌嘛是爱看啦。你的老了啊！啊，既然你即卖特别对阮光明啊食穿啊，要互饲，要互照顾，啊，归去你就安尼归心做一个吼。手不挡三宝的贵夫人，安尼敢是真好咧？文姐啊，你拄则毋是讲即卖查某人是愈来愈欠卡？这就表示即卖查某人靠家己嘛，当过好日子。唉，无亲像话老伙仔，无爱伫咧找好花休，四界拍拍走，真正是食老无爱认老。你讲啥？食老无爱认老哈？我甲你讲。我今年才33岁咧，我还阁长用吼，还阁足识拍的。我讲，我着看你阁会当识拍偌久。过去你伫个病院当管东管西，迄是因为有王美惠这个查甫孙仔在看，你才有一嘴饭通好食。啊，不过即摆情势无同款，应该听什么人才有饭通好食？你心内有数。谁若是继续听王美惠，谁就是自找死路。你是小查某啊！你这是讲啥笑话哈？你莫尔准讲吼，你即摆稳当会当做病院的董事长啊！我就安尼唱秋啦。我甲你讲，其实吼，你的股份根本就……反正啊，啊莲花股份可是比咱家的股东搁较侪，你就莫甲伊争啊。哎，啊股份侪是搁安怎？啊，家家都是占两席董事娘啊！啊，刘丽华，你若继续安尼唱秋落去吼，我绝对给你阿婆啊吹过倒塌。啊，你若想要做董事长吼，我甲你讲，迄真正就是吼阿婆啊生囝正拼咧啦。王公明，你紧甲这老糊涂讲，伊若是希望伊剩的日子较好过，千万莫甲我做。你若无？我今日食了，搁会出去做记者，四界给人分。你怎么能对你们讲这出事给吃？你搞的够清楚。歹势，我跟你无什么好讲。老刘啊，你这小查某，你敢动的哦？你敢讲我清楚？你别走。公平啊，你有看到无？一个查某吼，袂输吼，目睭生头壳顶的，根本就无我这个时代的存在，实在有够恶心的啦。好啦，万姐，别阁生气。伊讲种热切的话，我要来落手去啊！不是啊，我明明都要甲讲吼，伊的股权早都已经互你转过来的吼，换我家己我死，你现在不要和我甲讲哈！哦，敢讲你到即马搁咧徛伊的边咧听伊的毒？当然嘛不是，万钱，你当作我袂生气啊？我看到伊这款自私、骄傲、无忠无义的态度，若是平常时的我，我早就甲罢了。不过即马你有土，等咧告阮早去啦。上吊的证人罗进才，和老莲花查。我即马若甲伊毙命，万一烧到乌白家咧，叫罗进才甲所有证人拢杀到我头壳顶，我毋着洗到哪来啊？好啦，万姐啊，莫生气，坐啦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莫甲迄个查某咧高高。啊！你讲都讲袂听啦！即马知影讲这个查某有偌恐怖啊吼！哎呀，我吼我真正让你激死咧，让我有甘头的啦！你真正是咧吼，揢石头来啃家己的脚乌尔啦！好啦，万姐，你都莫阁生气。丽华即马唔知影家己的手头已经啥物拢无啊，阁少想要做单作发明的董事长，根本就是咧吓。你着阁忍耐一下，等我甲罗进财的代志处理也好。咱才做一届，假使老莲花，看伊阁发动摇摆无？公明啊，你安尼讲上对，
你上好吼，就替我好好教示这个小杂货。刘涛，你今日来酒店，是甲客户应酬，还是心情不好找小姐？你要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我就听讲，恁公司最近工程接了无少事，我就专工来甲关心一下。这是我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的。你有什么话，紧讲。我无想要浪费时间在你的身上。看起来离婚了，你的运气是愈来愈歹。啊，不过我老练外形的，这要正式开始。我真紧就是当综合办的董事长。王公明哪有可能把董事长位让你做？公明比你更巧，伊知影若是我做董事长，赚钱较轻松、较紧，伊袂甲去做赌。所以你今日来，就专工甲我讲这个代志。我是来甲你讲，等我做董事长了后，病院所有的工程拢是我咧做主。你若是想要继续甲阮合作，你就紧去替小告诉。安尼以后，咱才会当继续合作，互相斗相共。赵丽华，我才无希望你会斗相共，我嘛不是要跟你合作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绝对会告你到底，因为想要摕回来，那就有钱，还有对你付出的信任，还有感情。啊，唔对，我即马甲你讲这话哦，你永远无可能了解啦，因为你目睭内哦，敢若只有钱，感情对你来讲。只是会当得到钱的工具尔。你也不是看卖，我若是真正亲像你讲的，那安尼进前我是安怎爱遮尔啊辛苦替拼事业，拆船的时阵搁差一点也无命。我若是真正人情无灵啦，我是安怎要嫁乎你？好啊，我等下想要问你，你什么时阵变到这么无情，变到这么无廉耻啊？竟然想要骗我的钱，说给我。你哪会当这么啊肯定？罗进财是我叫来骗的，你奈到即摆都唔肯相信我。老丽华，暗路一行就会拄着鬼啦。你是不是骗我？我都一定是我一个公道。你若是即摆愿意卡替你，等我做董事长的时阵，唔只有你的好处。你真正听准讲，王公明会乎你做董事长啊？你食卡歹。咱拢是离婚啦。你买什么代志？你甲公明清楚。迄个毋是幼兔的情报，阿奶扫了遮济。幼兔，幼兔 ，Lisa， 你的手机还袂去摕啊？好佳哉，你还袂离开，阿老婆，我明仔载就要摕去公司给你啊。啊，多谢你。阿是讲，你今日那你这样早就离开啦？要那无，我阁想要招你看外婆去吃宵夜嘞。好啊，阿婆，我等你下班，咱做伙去吃。好啊。原来你会对我这样无客气，原来是因为你的身躯边已经有人啊。是讲，你那会甲一个酒店小姐做伙？啊，唔对，跨界年会应该是。酒店那么少，老丽华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在酒店做客又安怎？伊比你更知影人情义，伊讲的才是人话。伊想要听你的钱，当然讲好听话。李幼兔，欢场无真爱，你莫这样天真好不好？看起来，你应该就是幼兔的情报。幼兔这个人确实个性真单纯，爱这个人做人嘛足辛苦的，对朋友搁重情重义，尤其细细像遐缘投，搁遮尔有才情。大概伊若是带人客，来阮酒店讲生意，阮酒店内底小姐每一个拢烧酒要替服。幼兔，你即马已经是这间酒店的 VIP 啊！不怪恁公司的生意做甲遮尔无错。原来我离开你了后，你就逐天伫遮饮酒找小姐，根本就无心做事业。
我跟我的前夫讲话，你是在笑啥？我是感觉这个人奈这么趣味。听讲你跟幼道离婚，还是因为你爱刘白达个人。啊，不过我多听你讲的这话，你根本就是伫咧食幼道的醋。安娜，你是看伊即马伫咧酒店，这么吃会开，心肝内这么是滋味，所以唔才讲话这么死嘛。你想要讲啥？我哪有可能对伊还阁有感情？好啦，就算讲无，反应嘛免遮尼啊大，有倒条件遮尼啊好。就算讲你即马心肝内还阁伫咧佮意，我袂感觉意外。你是娘像你安尼讲，幼兔会感觉家己有面子，后界就继续点你的台是无？我是一位酒店的小姐，假使幼兔若是愿意安尼做，我当然嘛就满意。啊，看起来你确实是足需要幼兔继续点你的台，因为看起来你应该不是酒店什么人物，这时阵竟然有闲替幼兔把手架提出来。刘丽华，你讲话放较尊重话哦。我也无讲啥，你哪会这么生气？敢讲你真正去爱着伊啊？好啊，那你我就等你看，你娶一个酒店的查某，你妈会安怎？你是要哪对去恁李家祖先？伊无头无手，无亲像你，你外口土客兄，叫我垃圾手段骗我的钱，你怎样啦？无资格讲别人啦。酒店的查某，才用垃圾手段去骗查甫人的钱。你若想要找对象，你嘛找一个较好。你这种标准会让我这个前妻感觉很不利。酒店的小姐，伊个是安怎？至少阮讲话拢足温柔的。我看，三像你这款的小姐，应该好啊，来阮酒店来学习一下。通我知影讲，阮到底是安怎伫好人家？阮会对人家好。那是因为阮知影来遮应酬的人客，大家拢真需要关心，真需要温柔。假使我若真是对伊遮尔虚情假意，伊要哪可能搁来阮酒店来应酬嘞？搁再讲，我第一界看到幼兔的时阵，我是看到别人用你甲人偷看样这件代志在攻击。啊，不过幼兔伊对你一点仔批评拢无，只是点点啊甲这件代志藏在心。讲起来，伊对你嘛算是有情有义啊。你会甲幼兔离婚，应该是去找到一个比佫较好的对象。啊，不过我真是就想要知影，亲像你这款的查甫人，你到底是介意着什么款的查甫人？敢讲迄个查甫人做人真正派，还是做人真老实？还是讲迄个身躯边嘛是有真侪朋友，伫困难的时阵会当替伊解决问题？还是讲，伊伫咧无钱、伫咧困顿的时阵，还阁有人会相信伊，愿意阁予伊一次机会咧。看你常常唔讲话，我想你家己心肝内嘛是真知啦。我替你感觉足惋惜，因为你失去一个对你真好的查甫人，尤其是失去一份对你真心的感情。好。讲了真好，虽然你的年岁甲外表是较长，啊，不过你真正足够温柔，无怪会当伫酒店做到今嘛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想要靠你幼兔过好日子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伊的手头早就无钱，所以你家己就要较辛苦，加接一挂人客，而且佫会对人客较善呢，互伊愿意伫你的身上开钱。因为你幼兔就是一个靠查某吃钱的人，你家己就要较辛苦。老丽华，你是讲啥话啊？是的啦，我不应该把你是靠查某吃钱这秘密讲出来。你若是无想要认识着我，而我继续直接爆料，那呢，你就赶紧去退烧告诉。退烧告诉？无可能！你若是把所有歹代志，给你报纸给我毁死的。我得再考虑一下。我无做甚歹代志，是有甚物好回事嘞？奶奶都无甚物好讲的。你伫外口偷客，伊啊，死给我骗我的钱。
我就把你呼出来。李查，那么菜，来查。你就是这样无本事，才会直接开钱找查某。我老丽华搁较暖，马康也一个人尽可夫的酒店查某。老丽华，你讲我一句笑话来。有套，有套，哪里？想袂到，你这个人这么不守家。我甲尤桃都已经要离开啊，你搁在等表弟吗？阿妈，你是目标过少，但要阴魂不散啊！你是凭什么骂我？我骂你，只是多好尔。你嘛较差不多的，你都已经跟尤桃离婚啊，你都莫搁当遮一直甲伊勾勾搭。尤其是看到身躯边有白查某，你就特别起笑。啊，唔好加载，又托人家你离婚啊！以后都免阁甲你这款跟我这样刻薄、这样袂见笑的查某做伙。一个酒店的查某竟然跟我袂见笑，你家己袂见笑，你都唔知影。你真正应该好好去照镜看卖。像像这款偷看遐的查某，行伫路的，大家拢想要甲你配嘴。我想，大家若是看到你，一定会感觉是你特别见笑。你是凭什么在讲？你是凭什么跟我比？哪里话？讲袂赢，特别去下动手，莫直接下棋下棋。我警告。你最好是赶紧去退休公司，若无当做董事长了，我一定把你的公司搞垮。到时阵，你就要跪在那。咱就等来看啦，是谁甲谁求情啊？刘涛，我实在是拢无，你较早到底是看到伊这查某倒位啊？我嘛不知影，还是啦。这可能就你，爱你听这个坐拍电话。不要紧啊，是因为你伫遮，所以我们才对伊讲会较客气。要若无吼，伊绝对是去我阿妈的坎去。我相信你有迄个实力啦。啊，你即摆巴肚一定枵吼，我请你食宵夜啦。好啊，规日我嘛差不多要下班啦。之前拢是丽华甲我联络，我的手机啊号码嘛，敢若伊知影尔。为什么今仔日会是你打电话？我甲丽华是啥物关系，你嘛知影。伊啥物代志拢袂稳忘。你的手机啊号码我早就知影。我是想讲，和丽华甲你联络较贵气啦。啊，那安尼？丽华今日无甲你做伙来，爱人诶，伊当然嘛袂用来。你敢知影？李友涛即马故意诈死，伊即马就走来找你。万一李友涛叫人跟踪伊，到时阵连你拢会互伊作为重点。哈？李友涛真正对丽华提出告诉？就是因为代志受过严重，伊毋才叫我来找你。伊想讲你伫国内无够安全，归去出国避一下风头。出国避风头，哎，不过我，我知影啦，你的身躯顶无钱对无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是，内底有200万的现金，机票我嘛替你订好，你明仔载一泡早就坐飞轮去出国。在我无敲电话给你之前，你暂时拢莫等啊。李友涛若无抓到你，就算讲要告丽华，嘛告袂赢。不过，你若是无爱离开，无警察抓到，到时阵连你拢有代志。啊，代志了解遐尼啊大，丽华哪拢无甲我讲一个啊？我卡一个电话甲讲。袂用卡。为啥袂用？
你哪这么戆啊？丽华手机啊，一定在咧监听的，所以你才不敢来找你，连都叫我来。我的话你若不是不听，被警察抓去，你就不通怪我。哎呀，不过你是不高兴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是搁唔走，刷落来要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我嘛不敢放心。你家己想好清楚。好了，那呢，我明仔透早就坐火轮机出去。一路顺风。多谢啊。婉姐，代志我拢处理好，只要罗进才一离开台湾，老丽华就无物件会当威胁我，嘛无法度阁继续摇摆。到时阵就换咱好好甲伊教示一下，啊。我问廖尊公，我离婚了，我跟迄个人无关系啊。而且我真正想不到，伊根本无咧反省，佮认为家己无做唔到代志，我嘛唔敢相信。伊竟然是我当初爱的迄个人。是的啦，甲你讲遮尼济，不要紧啊，你若想要讲，你就讲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讲出去。其实哦，自细汉我的个性就真活泼，我朋友嘛真多。啊，不过我对感情哦真专一。我甲丽华做伙，嘛经过真侪风风雨雨。我原本个条件讲，我甲伊感情真稳定，一直到我看到伊甲别人开房间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人甲人的感情。就是安尼尔，无唔对，感情若是下愈重，你所受的打击就愈大。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阮伫咧酒店上班，我当然嘛是有听过真侪小姐的故事啊。讲头实嘞，其实过啊比你更加清爽的嘛是有。不一定哦，若是拄着爱情这款的代志，即当讲是爱得较惨死。啊，不过遐个小姐，虽然伫爱情上有受过伤害，啊，实际上若是搁拄着家己喜欢的查甫人，嘛是无顾一切，搁去追求家己爱情，所以有错。我滴卡，这段感情对你来讲真是不适合。不过你人这么好，我想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碰到跟你互相依赖，愿意跟你过一世人的人。不过今麦对我来讲，我已经对感情失去信心了。我今麦把所有精神哦，拢放伫工作上。我希望我家己会当较早振作起来，我妈放心。啊！你拄到这款的代志，你妈妈应该替你足烦恼的，嘛足唔甘的对无？是啊，阮爸真早就过身啦。阮妈一个人辛辛苦苦将阮三个囡仔养大，不过到今嘛，我阁无法度回乡吼，真多伊烦恼，我真正有够不好的。你刚去钓人吗？我妈妈在钓，我的心有外天，我妈心就有外天。我家己嘛是做妈妈的人，嘛无人会用给我挖苦。看到家己的囡仔若是拄到这款的代志，我相信我家己嘛就唔甘的。
伊莎，是嘞啦，是不是因为我互你受着什么无欢喜的代志啊？无啦。伊莎，有一个代志我想要问你啦。啊，你无想要讲我紧啊？我是真好奇，你想要来酒店上班啦？啊，伊讲来找你讨薪的人，讲着阿姨，阿姨，佫是你甚物人啊？ 阿姨哦，我想阿姨是相对来讲应该是不重要。阮酒店的小姐，其实有真侪故事通讲互人客知影，毋是爸爸伫外口欠人钱，阿若无就是妈妈伫大病院，无钱通医。 搁较侪是弟弟妹妹因想要读大学，无钱通好读。总讲一句啊，若毋是去互生活逼到无法度，我想应该是无人想要去趁这款艰苦钱。那呢，你的故事是啥？我的故事哦，就算讲我讲，你嘛无一定相信啊。好啊啦。 莫阁讲啊！我巴肚是刚刚就枵的，我小等下想要去啉蛤蟆汤，甲食早饭。阿丽，跟你同款啦。丽莎，是嘞啦，我以后每个问你这问题啊，等你想要甲我讲的时阵，你再甲我讲，到时阵我一定做你上好的听众。 你莫烦恼了，拄则医护人员已经讲过啊，清秀是为着要救别个病人，伤害家己，才无涉及着伤害。医生嘛检查过啊，应该是无问题。这所在根本不是清秀应该来的所在，伊明明就无做唔对代志，现在煞爱互人关伫遮。 是洪公平，做出这种无天良的代志，真正是过恶极啊！我绝对袂放伊煞的。各位，你较冷静的，即马上要紧的，是要找出证据，证明清秀是清白的，才有法度甲伊斗相共。即马，干来当委屈你。清秀，你受委屈啦。 清秀，清秀，清秀，你清醒啊！啊，你今麦干嘛安怎？你来哪里对待我？嘉辉，今麦先冲啥？清秀，你想要啉水吧？ 尤其，你总算来了，你敢怎样？我等你等足久的。尤其，清秀，清秀，你安尼是在创啥啊？啊？尤其，你不是讲要照顾我，你也保护我，你也一世人爱我。 规定我的身躯边，清秀，清秀，你是安怎？大辉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害的人是幼稚，你都没有把感情放在我的身躯顶啊，安尼唔好，你应该去找一个更加适合你的查某囡仔做伙，唔才对。清秀，清秀，你讲的拢是过去的代志，咱两个已经分开啊。 尤其，我还好，我跟你分开。
你莫给我放开好不好？我这么爱你，为着你，我什么拢卖啊！小姐，你是不是够想要办啥哇？是不是？金秀，金秀，有一句话拢是真实的，你去好好想看卖好吧。阿辉，你莫再苛刻我啊！这段感情我坚持到底，我绝对袂跟尤其分开的。金秀，之前发生真侪代志，你跟尤其早就无关系啊。尤其，尤其，你莫害我，你竟然莫害我，尤其。金秀，金秀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金秀，金秀啊！你莫再讲啊！啊，我知影啊，你是要逼我跟尤其分开对吗？你就是这样打算？小小，你可冷静啊！啊，尤其，我就跟阿尤其。啊，小小，你看，他离婚，你来离下，你是不是在跟尤其求早？你一手走的，我绝对袂让你甲伊一手走的。金秀，金秀，你听我讲好吧？金秀，我听啊，我快点！金秀，好，请看一个快经过，你两人早就离婚啦！我袂听你讲，你到底陪我？金秀，陪我，甲伊结婚，快，我快！金秀，金秀，你请，金秀，你看你一个好吧？你出去，我冇看到你，你出去！金秀，金秀，金秀，好啊，金秀，金秀，你别讲了，出去，金秀，好啊，金秀。我不喜欢放在你，别出去！我有气，我来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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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来，来接，来，来，又跟着，好，我来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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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。知影情绪会记得这么乱，拄则你看到伊安尼，一定足艰苦。这不是你问题啦，我可能是想要好好踮伫伊身躯边保护，想袂到煞甲伊愈来愈，但是哪会变到安尼？这拢是我唔对，那是我无出现，无你搞代志，就袂变到安尼啊。家辉，我看以后情绪就由你来照顾啊。情绪现在需要一个，会当互伊听话，互伊的情绪较稳定的人，不是爱伊的人。还是你来照顾伊较妥当。我，伊即摆一看到我，敢若会想起过去，伊拒绝我，我得爱伊离开你的代志。伊绝对无可能会好听我的话，安尼对伊的病情唔好。所以情绪得拜托你啊。你讲我了解，以后我若是有时间，我一定来看伊，来照顾伊。多谢你，别再客气。阿辉，啊，我若是有时间，我再过来关心你。丽芬，今摆情绪的情绪真不稳定。常常受到刺激，伊看到你，一定无法接受。
我看还是等伊病情较好时阵，再过来看伊啊。哦，好啊。啊，既然伊即摆个来当接受你，安尼就拜托你加关心伊啊。我知影。不管怎讲，伊变个安尼拢是我害的，本来就应该我来负责。尤姐，情绪也麻烦你啊。梁文静，我本来想讲。就是结束了啊，就会当较清秀，欢欢喜喜食一顿吧。想袂到，伊煞已经被关去疗养院啊！你先莫烦恼啦，阿姊怎么看你安尼照顾伊？你真正是足辛苦的。我袂辛苦啊，我对心情有付出，拢是心甘情愿的。只是伊即马敢若已经无需要我。梁文静，我看你甲优姐，敢若有好好的机会，啊，不过即马情绪这样需要优姐，敢会影响到你对伊的想法？佳慧，啊，即阵啊，真正发生足侪代志，即马感情的问题，我真正无得想。我即马敢若希望情绪会当较去清醒的话。我嘛是，即下情绪会当赶紧好起来。爱我做啥，我拢愿意。哎呀，不过伊拄只安尼拒绝你，你一定足失望。我知影亲像破病啊，伊根本唔知影家己咧创啥。我即马，敢若是唔甘伊受苦。佳慧，遐不过你对亲像用情遮尼深。啊，为伊付出遐尼多，遐不过伊即马敢若较需要优质，毋是你。人讲感情就是小欠债，每一个人欠的债拢无共，伊欠优质，我欠伊。是啊，每一个人。拢有家己的感情要去面对。不管安怎，我绝对袂放弃对亲像的感情。就算讲伊袂记你，我之前对伊做的代志，我也是会继续坚持落去，保护伊一世人。就算讲伊未来的幸福不是我，也袂要紧。你心内也袂乱想啦。阿伯对卡亲像伊那是亲生，伊就当了解你所谓心意啊。伊真正伤害人家，伤害你，这应该是伊应该付出的代价。阿姆哥，我相信亲像未来一定越来越好诶。咱大家阿是爱好好向前看。董事长，你讲你明年有可能要替恁强庙妈祖子孙的时阵做啥？除了这以外，我会当给你淡薄建议。妹妹，我是感觉去拜拜的人真多哦，啊路行足长的，佮行足久的啊，一定会流汗的嘛。啊，阮的衫吼透气，啊佮真吸汗的，你会当做这种的，这种 T 恤，啊是要做这种的纪念的 Polo T 恤，佮有这种。背心式的，啊，到时阵会当甲恁强庙的名，请伫行探家，啊是背后，啊是手一边的路用的。你这建议哦，拢总袂歹。多谢董事长。对，董事长，我是感觉，强庙出巡啊，大家拢穿同款的衫，有一种向心力、凝聚力，啊，佮辨识度嘛足高的啊，大家看起来吼，
敢有真心态度安尼啦。所以你放心，不管什么 size， 还是什么款型，细汉的囡啊，到老大人的，还是瘦的到大块的，我来当替你准备好些好些。拍摄大叔长，我还有淡薄仔代志要处理，无安尼，我请我的同事继续给你介绍一下呢。好，你不用了，多谢你。公司经营怎么样？目前就是安尼啦，我得看这届促销活动，敢要当存着一寡钱。哦，对啊，国英甲美国啊，你一个人较辛苦。袂啦，我即马较烦恼的是要怎甲区当处长讲薪资的代志。希望伊当手势也悬，莫比我比较遮尔急嘛。讲到这，我都足生气的。文琪也是够无良心的，竟然用一招人间蒸发的毒品问题。大众百货是牛家的紧的，伊换唔管都唔管啦。文琪安尼做，我一点仔都无意外。刚来当讲，伊对百甲百货公司搞进程经营这个代志，一定是扣分啊。一直认为百货公司是阮李帮手造的。你放心啦，我去总经理替公司行这步，我不要你承担的啦。你的事业这么起步，我不想要拖累着你。我甲朋友调钱就好啊。建安，若是予知影你替我去甲恁朋友借钱，伊对我一直阁有话讲的。我来啊，是想要拜托你，我袂伫广告公司这段时间有几个广告案，但麻烦你替我走出去镜头。你别烦恼啊，我这个月有半时间。甲公司的同事开会啊，伊拢知影什么情形啊，拢真主动，嘛知影做应该做的代志啊。安尼就好啊。哇，无代志，你先无用，我来办公室。嗯。一顺，莫给你收过大阿饼啊。你还记得 ？I cover you, you cover me.优顺真正足坚强的，我一定要好好加油。我的业绩也好，大众百货也好，安尼我至少会当替伊分担一寡债务啊。你的脾气怪怪的，拄只食物件，毋是讲食真多啊？你是不是在烦恼情绪？我是感觉你真的是足可怜的。我今仔情形安怎？你今仔记忆足乱的，我可能会记得伊甲尤吉做伙时阵所发生的代志。可能迄段时间是对伊来讲上加快乐的。我对伊来讲是痛苦的啊，拢已经过去啊啦。我是感觉亲像足可怜的，啊，即嘛无法度好好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免想遐尼多啦，家己的人生，家己负责。啊，爱去想遐过去的代志啊。健安。我想讲要甲你坦白一件代志。其实今仔日我看到亲像安尼甲优子冷调调，啊甚至阁叫优子爱好我爱伊保护伊的时阵，我发现我敢若无法度完全甲过去拢放下去。我会当体会你的感觉，
你跟我妈是同款的。跟你妈妈同款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妈跟我爸早都无感情啊。那是我妈对我跟我姐啊有责任，所以才放回跟我爸。就参照你现在对尤其同款，我相信两个人敢有亲情尔。欠过我今嘛跟你做伙，我心肝内煞有时阵搁在想尤其，也无法度完全甲伊放下。我就感觉我真正就对不起你。你想伤多啊！你无必要感觉对不起我。丽芬。只要你当穿好、食好、心情好，今摆看到我的时阵，拢有一个笑容，安尼我就足欢喜啊！嗯，建安，算我拜托你，你敢会当卖对我这么好？你若是对我愈好，我的罪恶感就真正是愈来愈重。那你若要减轻你的罪恶感，那你真简单啊！最近好像足无用的。工作要这么多啊，没时间出去偷偷开的。无安尼啊，你跟我出去走走者。丽芬，咱来升级游戏好不好？来争猜拳，考试讲你若赢，你就退后一步；我若赢，我就向前一步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我的心，剪刀石头布，有一蕊花蕊在开，有一阵香味飞出来，我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丽芬，不管你退后偌济步，我都会给你倒做转来。所以你唔免惊你的过去会变成咱两个的阻碍。我爱你，我爱是你一切。多谢你。你搞这都想要创啥？我是男朋友的。乡长，你想啥？欠过我的过去，就像就这形影同款，永远拢搞对调调。对调调，佫是安怎？形影本来就是咱身体一部分啊。他是讲你都无想要看到，安尼真简单。
看伊个电话。只要你看伊个电话，安尼你的形影就会走去你后壁，都看袂到啊。虽然这个钢筋插疤，啊，不过只要咱勇敢面对，一直走落去，你的形影都袂出在你面头前，袂去影响到你的心情，袂去阻挡你要行的路。我会做你的形影。因为陪你做伙行落去，咱来看看爱，看看讲予你知，看看流落来欢喜的目屎，看看爱。啊，你回来就好啊！啊，佮买这补品是要创啥啦？哇，嘿，啊，你公司还佮欠人遐侪钱，你唔通乌白开钱，爱较省诶。妈，你免替我烦恼啦，阮公司体质真好，客户嘛足少听诶。即摆阮公司业绩已经稳定落来，嘛已经咧趁钱啊。咁真实啊？真实咧。我都较放心嘛。妈，啊，最近有孙搞倒来啊？讲到恁这个囡仔，一个比一个较倔强啦。惊让我烦恼啊！所有代志、所有委屈，都安尼嘴紧紧咬掉，要家己一个人承担落来。啊，做恁的妈妈，我真正唔知是应该欢喜还是爱艰苦啦。妈，你应该要欢喜呢。啊，阮无理智的个性哦，拢是尽着你个爸的。你别烦恼啦，我一个人哦都会当经过啦。我相信有孙为恁大家斗相共，一定无问题啦。我嘛希望是安尼啦。一定是安尼，啊，亲们当面这么看，一定有办法会当解决啦。刘涛啊，啊，你进来啦。阿姨，坐啦坐啦。你倒来遮，跟倒有关系啊？关系是关系啊，啊是讲对妈较歹势啊，伊造成伊的困扰。哪会啦？我妈一人倒来遮就孤单呀，啊即马有你陪伊，较乐得啦。我妈应该真欢喜才对啊。所以啊，你都唔免烦恼我啦，你都专心去打拼你的事业。补品哦，卖阁买回来啊啦。秀露啊，吼，你真正有够好命的呢！啊，生到幼兔，这么乖的后生啦！啊，幼兔人阁这么好，啊，阁体贴，啊，阁这么会趁钱，啊，是讲这个我哪会去讨客兄？啊，这人若要变吼，都变啊，真歹讲的啦！你就是人想好啊啦，啊，唔只哦，放我心不去讨客兄。啊！甲伊幼兔的钱拢安尼怪怪走。阿姨，这跟我妈无关系啦，啊，拢怪我太相信丽华啦。哎，啊，你母仔哪会拢同款啦？啊，你去让人欺负，到尾去点点，啊，那袂用的啦。阿兔啊，阮无去点点啦。啊，幼兔嘛一直拢在处理这件代志。啊，阮要用法律的方法啦，把遐钱讨回来啦。法律？嗯。法律哦，唔是咧保护好人诶，法律是咧保护种有办法的人啊。啊，像你这种哦，敢相信法律的好人哦，即是会吃亏啦。我看，这老丽华交予我来处理啦。阿土，我拜托你，你莫乱来啦。你放心，我只是哦，听天行道，看我安怎修理迄个老丽华。小姐，我给你介绍，这都是阮公司哦上好的产品。歹势，阮无需要啦。小姐，你上面这么紧哦，就给我拒绝啦。我跟你讲哦，
西哦，用的拢是上好的精油啦，啊，这每一款精油哦，拢有伊的疗效，我相信你点来，一定用会到的啦。歹势，用什么产品，唔是我会当决定的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甲伊请你的店长出来，我来甲伊讲。好啦，无你再稍等一下，我可以请店长出来，麻烦你啊哈。老小姐，欢迎 VIP 室，已经帮你准备好啊，再请。这个老丽华，把幼兔的钱骗走，耍来这享受，实在是够可恶的。好佳哉哦，天公伯有目睭啦，让我伫一只拄到你，这尼啊享受哦，我得让你享受到够。你好，我是丁丁。哎，咱请坐。你好，啊，我要给你介绍哦，这拢是阮公司哦上好的精油啦，啊，这每一罐精油。你这样快就回来啊？嗯。安尼会用无？嗯。开较强的啦。哦。无够，开较强的。你要开较强的，我来一届哦，让你强到叫唔敢。拿骗幼兔的钱，还搁偷客遐，甚至搁变成网络的搜寻红人。我搁了准哦，你的皮哦，狗狗都唔惊疼，想要讲你敢会听？你搁好意思讲？你唔拿偷客遐，搁放三个囡仔，你是有啥物资格教是我？对啦，我是偷客遐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无骗走天造的一身恶，这点哦，我比你搁较有良心啦。像你这种未见笑的查某，我要退休了，好好教训你，退休头偷的工作。小查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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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要从啥？你干嘛？卫生，先从啥？从啥？像你这种未见笑的查某啊，就算咱烫光光哦，行了外口的街路哦，也袂感觉见笑啦。你搞错啦！你搞错啦！卫生。你认一包无？认啊！手稿图
哎呀，啊我今仔日哦去做直销啊，啊一边一间哦去拜访客户，迄外口日头够大啦，哦来到规身躯干，啊是讲哦恁即款济哦，心凉鼻透开啦，啊啉落去哦，迄气氛就好起来。哦，我真少足久无看到你遐欢喜啊，嘿，一定是你今仔日直销的成绩真好，对无？嗯，我今仔日哦一项拢无卖出去。 不过我今日是好高，恁天公要到九三更的，我看到老丽华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拢无在场，我看到是真够可惜的。我替油桃把迄老丽华，啊，假是甲金四四哦。拜托了，阿桃啊，你莫搁惹老丽华好不？你是安怎？甲伊无本事对付啊，要找这小宝来找我的麻烦。 你讲什么来消磨我？刚安怎讲？我甲小女嘛是你的长辈哦，啊，你对长辈讲话，真哩气牙牙，你真正是欠教示哦你。安怎？我无恁这种长辈，我已经甲你有托离婚，甲恁李家无任何的关系，所以我拜托你，离我较远的，较袂让你李家带衰。带衰？你家己无检点，搁亲门大喊咧牵拖一大堆。 啊，无你个是带衰啥啦？带衰啥？我是跟你讲，规定你个毋知影是公妈的微博排好好，啊是顶世人无收好香，才互即辈子孙为了有一溜头到溜孙一日一日出代志。哦，你是讲煞袂啊？哼，安怎？我即辈是甲你提醒，莫互你带衰尔。你毋免替我烦恼，我过了真好，而且我真紧就会做丹总阿伯。 当时对，无采你有一孝顺遐尔久，最后被见的是我的，不管是你有子，还是你李家的大孙，全部拢无分。老丽华，你声声久久讲讲李家已经无还遐，哪来你这么水手气，我无欢迎你啦！哼，拜托，若不是你过来找我的麻烦，我死拢袂想要来遮。 你个死贼，所以天就这么残酷！你讲我手垃圾？是啊，你的手唔呐垃圾，而且阁是泰戈壁。你是咧讲啥？恁阿伯啊，欠人钱，家己一个人去走路，厝阁无人收转去。你一个人伫外口流浪，就足臭，足泰戈的。你给我掉皮啊！你给我掉皮哦！唉。 我原本阁想讲，你若是愿意，甲我服侍嘞，阁予我生喙皮，那呢，我是会当考虑甲阿伯也斗相共。你讲话较正实嘞，当然。哦，我要甲你斗相共，你竟然敢跑啊？你是头歹去哦！我若相信你哦，我毋才头壳歹去。 你的头壳早就歹去，再去缀着阿伯阿去抢客兄，够落配角爱白相。你跟我点名，就算我落配，我至少也够有后生、新妇，还够有秀女这些好朋友。我看你哦，敢那做摇摆啦，等到哦你落配的时阵哦，我有旧参你，你身躯边哦连一个朋友都无啦。你若是真正想要收留这只流浪狗， 你着爱甲伊跋好，莫互伊后壁肥。你这个败坏阮李家门口的查某，你无迄个资格连阮李家讲话，你即马随甲我出去，你永远拢毋准搁踏入阮李家一脚步，你即马随出去哦，你甲我出去！你真够傻啦！我给你听咩？啊！你小狗，竟敢咬！啊，你毋是讲我是流浪狗？ 我家里哦是对我好尔啦，蔡天地家真正让你带衰，我就不爱讲计较。咱就等你看，我做董事长迄天，我一定空间包你转来，甲你气死。小鹿啊，啊你哪这么衰，你娶的这种新妇啊？阿桃。
我给你拜托一下，你莫阁去领伊啊，好无？啊，若无，我真正无法度过日子啊啦！免惊啦，我知的啦。哎呦！妈，这是这届促销活动，还笑吧？才两百外万，这甲咱欠人的钱哦，天差较地。啊，是要做促销哦，做到什么时阵才有钱，拢总嫌人啊。妈，只要有趁钱，就拢有机会。我一定跟到最后，绝对袂放弃。对啦，真正有透过伊的朋友传话给我，讲伊伫个美国一切拢真好，只是较烦恼练习的。又是，妈妈是想讲哦，妈，你想啥？身体够不爽快是？不是的，我是烦恼讲哦，你要顾百货公司，要搁顾广告公司，我身体也无够偌好，我嘛无法度甲你斗三工。只要你家己的身体够好，你身体健康，我才会当放心去拼。你来，就当是对。好，你牛太太，请坐。我今日来是要知影你欠我的钱，当时会当还我。阮也有钱哦，早都摕去行李啊啦。啊，金城哦，都已经互恁哦逼甲走去国外，你阁想要安怎啊？啊，你也毋想看卖？你创业的时阵，金城嘛甲你斗三工几啊届，利息也无甲你收。做人哦，爱知影感恩呢。老人啊，你安尼讲敢对啊？我是真感谢牛总经理帮我创业，啊，毋过。我甲借的钱，我拢准时还伊啊。但是伊欠我的钱，到即摆拢还袂还我。而且吼，伊即摆人搁走去国外逃避债务。我甲你讨钱，嘛拢好声好水甲你讲。娘娘，你的态度敢当较好诶？郭董事长，请你别生气。我妈妈因为烦恼债务甲进程的问题，所以情绪较无稳定，请你体谅。再无，我一定想办法还好钱。只是，请你给我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你讲这话吼，牛总经理较早拢甲我讲过啊。啊，不过到最后，伊嘛是落跑去啊。阮这个百货公司有做促销活动，啊，这段时间嘛有一寡收入。你讲阮十天，十天的时间，我会先你还你五百万。郭董事长，看在咱两间公司合作遐尼久的情分，搁我十天的时间，我真正真有诚意想要解决债务的问题。牛太太，我敢毋通了解，你即届促销活动，恁公司会当赚偌多钱？哎，这是阮的商业机密呢。你是阮的债主，也毋是阮的股东，阮也着予你看。妈，不要紧啊。咱替小婆给伊看，给伊知影，拢无替家己落后路。只要公司有进账，就会先还一寡钱。董事长，牛太太，你讲十天以后就会当摕五百万来还我的债务，啊，不过。我看恁公司的赚的钱，连五百万的一半拢无够。你要怎叫我相信你的话？